现在我们已经在莫朗村小学老师办公的地方，也就是在这里已经驻守了4天。等一下一会呢，我们也即将要跟着指挥部一起第一次到达那个坠机的核心区。我们徒步前往现场，距离的话预计步行在2到3公里之间。不断有消防队伍在向现场开赴，他们有的拿着斧头，拿着锹，施工人员往道路上面铺设了一些竹排，减少道路的泥泞程度。在山脊之上往上一看，这个树木这里有明显是山火烧过的痕迹，地面是一片焦黑。我们看到有一个警方人员带着一头警犬正在山上，或者是执行一定的搜寻任务。1、2、3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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